那么今天因为手机的这个网络问题，我还没有买到卡，先借的朋友的一张，所以呢，今天没有在两个频道同时开直播，只在新频道做了一个直播。那么。没有电脑，啥都没有，是吧？那现在我也没办法去下载了以后上传到这个频道，所以我呢，复制了一个链接，摆在这个短视频的下面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这个到新频道去看一下。这个直播没什么东西，只是又回答了一些质疑。啊，其实刚说完，然后完了以后就看到很多评论，其中有一些人就说，我被泰国政府遣送回老挝了，然后完了以后躲在一个小木屋里面，做直播，以后好像就见不得人了什么的，反正就是对我的这种关注啊，特别的这个激动的有很多。所以，我相信，即便我不停地去做一些解释工作啊，但是质疑的声音还是会有，啊，这个没辙，对吧？我也没有精力呢，特别的为他们去答疑解惑，说两句我觉得就成了。那么，刚到一个新的国家，涉及到孩子上学。这个到银行开设账户，重新关联这个，因为他那个 YouTube 的地址嘛，就是你所在的国家，它变更了以后，可能要重新关联账号，然后完了提供新的居住地址，以及要买这个，是，我也是这意思，但是你。一点不说吧，看他们砸的挺热乎，我觉得挺好玩，啊，挺好玩，所以我也给他们添个乐子。那个完了以后，还得办这个手机卡，办手机卡还得做那个开通那个网络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可能还他好像是3线4线的一个。家庭的一个网络套餐之类的啊，就我也不太搞得清楚，所以呢，这些工作估计要一个星期，啊，估计要一个星期。那么完了以后，是两边同时直播啊，还是采用录播呀？有电脑了以后是吧？两边同时上传啊？我其实觉得无所谓，对我来说啊，我觉得仅仅是聊聊天，其实没有必要。那么郑重其事的搞录播，对吧？我也不怕说错话，其实怕也没用，是吧？该说错的也照样出错，啊，谁都不是大仙，对不对？完了以后一个星期左右吧，我可能会开那个直播，就是涉及到我原先预告过的啊，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这个一些时政的一些评述。那么我从自己的角度，可能有一些。解读相信啊，出错率会很高，大概在30%以上，就是我个人预测的，有可能会更高。那么时间呢，基本上能定在，洛杉矶时间的这个晚上8点半。那么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东西，我做一个预告，完了有兴趣的呢，可以看一下我在这个直播下面的一个链接。它是新频道，就另外一个频道的这个直播，已经做了大概有将近1个小时了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再见。